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我们常常，我们常常一起玩，一起玩，一起去学校，一起去学校，上中文课，上中文课，在中文课上，在中文课上，我们读课文，我们读课文，问问题，问问题，回答老师的，回答老师的问题，问题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老师是中国人，是中国人，他常用中文，他常用中文问大家，问大家，这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是什么意思，也用中文说，也用中文说，请说中文，请说中文，他还教我们，他还教我们写汉字，写汉字，他教中文，他教中文教得很好，教得很好，我们都，我们都很尊敬他，很尊敬他，我们学校，我们学校有汉语课，有汉语课，每个星期一，每个星期一我都去，我都去上汉语课，上汉语课，在教室里，在教室里我听老师，我听老师讲新语法，讲新语法，跟老师，跟老师练习发音，练习发音，回家，回家记生词，记生词，做很多，做很多练习题，练习题，做完练习以后，做完练习以后我写，我写半个小时的，半个小时的汉字，汉字，我的考试成绩，我的考试成绩不错，不错，